之前包浆餐包还有奶黄包非常的红，不过现在饭店推出了加强版的黄金包，一打开呢就有浓浓的奶香跟蛋黄味，金黄色的这个馅料呢流出来就好像是黄金流沙一样。有许多大老板，像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、英业达这个叶国一，还有很多的企业家夫人都很喜欢，所以饭店大打出名人牌要来赚商机。一打开就爆浆，金黄色的馅料就像黄金流沙，许多大老板、贵妇、名媛就爱这一味。吃起来就是像黄金流出来一样，就是像铂金包、鎏金包一样，很好吃。是不是有很多？是不是有听说名媛贵妇喜欢吃，所以才来试试？有啊，就是网络上写很多贵妇名媛都很爱，所以吃起来会觉得自己像贵妇一样。它打开是金黄那样流出来，就整个有那种贵气的感觉。小小的一个包，吃得到浓浓的奶香，还吃得到蛋黄。广达董事长林百里、立法院长王金平、英业达叶国一，还有贵妇名媛都是饕客，多大功法才能完成？里头材料有蛋黄、椰浆、鲜奶油、奶粉等等，单点一颗50块。名人绝对是会帮我们加持的，尤其很多企业家跟他的夫人都很喜欢。打的是名人牌的主意，饭店吃单点一颗50块，外带团购5颗180块，平均一颗30几块，要抢团购市场，一个星期最高卖出25000颗，业绩多30%，要靠名人牌加持抢商机。中天新闻陈湛兰、蔡孟真台报道。